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存在，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琴棋书画诗酒茶，可俗可雅。在茶这个庞大又错综复杂的谱系里，福建茶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在福建与茶相处的3000多年里，有一种茶虽已失传于江湖，但江湖却处处有它的传说。欧阳修称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宋徽宗更赞其名冠天下。这便是鉴茶王者一般存在的龙团凤饼，也叫龙凤团茶。在这儿，我们并不想高谈阔论宋茶的悠久文化，也不想赘述鉴茶的漫长历史，只想用最朴实的镜头记录下鉴茶中的传奇，龙团凤饼的重生。建瓯凤凰山在公元933年成为皇家御用茶园，公元976年左右开始上贡龙凤团茶，北苑贡茶亦是风头无两。都说盛极必衰，走过400多年辉煌时期的北苑，在明代初期由朱元璋的一纸霸造龙凤团茶诏书而戛然而止。从此北苑之名渐衰，甚至被人遗忘在悠长历史中。时间来到1992年，建瓯东风镇有一个人，却因为一次意外的任务，让他有了触碰那段金灿灿历史的勇气与机会。因为当时福建歌剧院有唱一首北苑之歌，唱歌的时候要在那里喝茶品茶，要有看这个道具。那个镇政府那只好这个任务下给我了，这个道具一定要我去完成，那个龙团凤饼我要完成。那完蛋了，我说当时一头雾水，最后哎呀想一个办法，就是白糖拿去熬，熬来会很稠啊，细茶拿去拿去搅拌，也就这样子做出来。那完蛋了，这个一做出来，那你要去对这个都是要负责了。花了10几年时间，边研究古籍边实践制作，才制成了他所认可的龙凤团茶。当我们提出拍摄要求时，刘老师脱口而出：怎么能做成一个饼？那本来说这个是一个商业秘密，本来是不能展示出来的，这个明天你一播一展示，谁都知道怎么做出来的。话虽如此，但刘老师还是让我们完整记录下龙凤团茶的制作过程。现在我们便循着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与北苑别录，一起揭开笼罩于龙凤团茶上的神秘面纱。采泽，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故茶工多以心急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为保持茶叶的最佳状态，《大观茶论》中对采茶时间和采摘方式都有着详细记述。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里，茶工们都要背着井水上山，将采下的茶苗投入其中，以防温度过高，茶叶变红。而刘成龙则是用了另一种方式，就是山上采下来这个第一道就冷却哈，用泉水，龙凤池的泉水冷却，
检查。凡茶以水崖为上，子崖、白河、乌地皆所在不屈。据北院别录记载，冷却后的茶芽还需进行人工挑拣，紫色的紫芽、两叶一芽的白核、茶芽的梗部都要剔除，刘成龙便也如法炮制。这个叶子像这样子做都不行，高的稠度不好，所以要剪掉这些老一点的叶子，全部要成这样子的芽头。蒸芽，茶芽再次洗涤，然后入蒸，后汤沸蒸之。依北院别录所言，古时蒸芽要用底部有小孔的陶制炊具，然而这样的炊具现在已无处可寻，刘成龙就用了农家蒸饭的木桶取而代之。蒸汽的温度要高，火要猛，蒸汽要足要高，它一下就固定下来，就不会变黄掉。蒸青也叫高温杀青，是中国古代最为古老的制茶手法之一，早在唐代陆羽所编撰的《茶经》中就有此做法。时间是蒸青的关键，时间太久会使茶叶过熟，叶色变黄，茶叶糜烂，时间不够则不熟，使茶叶出现青草气，色泽过青。来呢？对，一起来，我这个手。蒸好的茶叶需要迅速过凉冷却，以防茶叶变黄。一切就绪，接下来便是茶叶变形的关键。这是第五道工序冷却完，现在开始压榨。榨茶，先是包以布帛，梳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制。榨茶似乎不难理解，顾名思义就是把茶叶中的水分榨干，但该怎么榨，用什么榨，古籍中并未提及。为了复原做法，刘成龙自己生生琢磨出了一台有趣的机器。棍子拿起来，有了机器，再结合北院别录中的做法，利用杠杆原理进行压榨，昼夜不停，直至茶汁榨尽为止。在现在看来，进去汁去茶味似乎不合常理，但却与宋代饮茶追求茶味清淡甘美、汤色纯白浓厚相吻合。这里是一斤的茶，这个芽头了，一斤的芽头压成黄水压掉，就剩下这薄薄的一小块，等下引高一下就成又一半啊，都没有一半了。岩茶，岩茶之具，以科为储，以瓦为盆，分团煮水，一皆有数。据北院别录描述，岩茶便是将榨干的茶酌量放入瓦盆中，用柯木制成的木杵进行研捣，直至成膏状。看似一句话的功夫，却绊住了刘成龙许多年。从粗纤维的茶叶变成细腻的膏，其中物理转化的关键在于水。好，岩茶的质量和加水次数的关系称为十六水、十二水、六水、四水、二水，
加水的次数越多，说明研磨的时间需要越长，研出的茶沫也就越细，那么茶的等级自然也就越高了。要非常稠，在手感是没感觉的，要很稠，要很细嫩才行。研茶是个力气活，刘成龙在制作团茶之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齐六名或以上的彪形大汉。有三个人在轮班而已，那一个人就最多能演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累了，手就一酸了，连续要连六七个小时才能成功，越细越稠越好。造茶，凡茶之初出研盆，然后入圈至垮，随达过黄。垮是古代附于腰带上的金属或玉器的装饰品，古籍中所载的造茶是要将研磨极细的茶膏放入模具中，压成像垮一样的饼状。当时附庸风雅的宋朝人会为每一饼茶命名，云叶、雪鹰、蜀葵、龙团胜雪、万春银叶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为了彰显贡茶的品级，用不同材质的模型与包装以示区隔，银模、银圈便是最高待遇。为了最大程度地复原龙凤团茶，刘成龙也精心锻造了一套银质模具。过黄，凡火之数多寡，皆是其垮之厚薄。刘成龙按照北苑别录所述，在茶饼成型后将其放在炭火上温火烘焙，此法也称烟焙。烟焙的时间依茶饼的厚薄而定，一般在十天左右，最多十五天，最少也要有七天。至此，一饼龙凤团茶便复制完成了。年年都在保留下来一个饼，一年做一块两块的，我说这个是舍不得喝的，这一喝一下一饼就没有了，是吧？就是小块的可以喝，我小块的。金贵又傲娇的龙凤团茶，连冲泡都要有自己的仪式感，因此需要一位深谙此道的人。明代以后，散茶大行其道，而团茶则绝迹于江湖。刘成龙不惜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去复制一饼自己都舍不得喝的团茶，这大概是属于建瓯茶人的倔强。一定要有耐心啊，金子可以，茶不易得也，所以这种不容易。一饼再现的龙凤团茶，浓缩着那段北苑贡茶独领风骚的时期，伴随着建瓯茶人的那份自信。